这一首的话是琥珀的小随行，然后这一条的话呢，一条是六十几块，63了，大约卡在 6.3， 然后上面这个首尾的话大概卡16首尾，然后之前的话有一首类似的那一款的话密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好像应该是密比较多一点，所以那就是价格会比这一首贵一点点。好，那反正不同的等级就有不同的价格嘛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只剩这边有八条，像这个的话，这个我想要给我女儿做一条这个搭配 MM 豆的，然后旁边再帮她加个那个小糖果，然后小爱心小星星。这个蜜蜡就是对小朋友的部分，这种琥珀蜜蜡对小朋友的部分也很好，因为就是安神嘛，如果说有过动的话也是可以比较稳定他的情绪，所以我蛮喜欢给我小朋友带那个这个琥珀的，然后带去学校呢，因为怎么讲呢，比像这种这样子他如果真的丢了比较不心疼吧，应该这么说，带在手上，这是我女儿幼儿园，她很喜欢带我跟她，她很三八，很爱漂亮，很喜欢带我做给她的那个手串，每天还要给我搭衣服的。这是生女儿，就是爱漂亮，爱碎。这样，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样子就是跳痛的搭蛮好看的，然后可以再加一些橄榄核，加橄榄核蛮好看的。这个哦。照个紫光灯，我们还是要照个紫光灯确认一下，是吧？防绿膜这边现在这边旁边还有打灯，就也不多啦，